给个塔姆天选，来个大棒，我直接合个羊刀。盖伦两个，剑姬两个，现在有点让我难受。哎呀，只有3块钱，没事啊，这波应该能给钱，把蜘蛛买了。为什么买蜘蛛呢？因为买蜘蛛，蜘蛛在最右面，一会儿给钱不好买，容易买不到。打怪也别上蜘蛛，这波应该能给钱，我估计。这波没给钱，可恶，真可恶啊！这波居然没给钱，我操了。没事，拿个武器大师。下波给钱，挺烦。其实他给钱应该上一波给钱的，那俩剑姬没拿着。拿俩塔姆，好，蜘蛛撇了，上个分女儿，两个大屁股加上一个分女儿，等于我们前期无敌。但是这把我并不想无敌，我们还是照样卖一手血。我并不想前期就无敌，让他们赢啊！斗士大树能不拿就尽量就别拿，你知道吗？当然俺们也可以巴豆，巴豆的话，巴豆配啥呢？巴豆配猎人寒冰，不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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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用，这大树打工也不厉害，其实这波不会赢了吧，应该不能吧，应该不能，我的站位加上我的英雄都是特别垃圾的，应该不会赢。这小子也挺垃圾，说实话，88滴血呀。这波塔姆不要了，换个猴加凯南，我们继续三连败。这小子也跟这卖血呢，我们也三连败，拿装呗。好，80差不多，接下来止血可能有点费劲，不一定能止得住啊。这波攻速跟女神粒全部都在那小子那边，有点烦。我这女神粒没拿着，挺膈应。说句实话，拿攻速吧。怎么全在他那边呢？不能公平一点吗？他那边一个，我这边一个。
上个猴，上个盖轮，上个武器，上个赵信，分局撇了，拿个千珏，大树撇了。我看我这波赢不赢吧，我这波要没赢了，我下波也不赢了。这波要是赢了的话，我们下波可以赢。靠，精致连败挺好，这样下波也别赢了。换个亚索上去吧。也别赢了吧，这隐翅的同行可能有点多呀。夜游就算了吧，夜游没装备呀，对不对？夜营也要不了。这要是个隐者天选，可能还能要得起。喂，女神乐儿漂亮。妮蔻漂亮，拿着用啊！刚好这波亚索起飞，挺好。这个留着和尿遁，火炮牙手能戳着人不？带戳的不？不知道带不带戳的，应该带戳的，我感觉。带戳的，行。右边那些都是要卖的啊，该出击了。不行，盖伦我们下一个，我上凯南。盖伦反正一星，正好能把右边全卖了，挺好。差两件装备，真好！我们72滴血还是倒数第一，这就非常的 beautiful。来陪我玩玩，怎么办？
卡钱了，怎么办？赵信撇了，不行啊，这可怎么整？哎。卖血不用卖，那倒数第三81，倒数第二82，他们都80来滴血，我们70来滴血还用卖血呀？我那不一定能打得过，还卖血呢？这个时候不用卖血，这不需要啊。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被写入了，哎呀，你可真是牛批，没有想到你居然被写入了。哎，这波两个女神粒，我们保准拿一个，好吧，而且是往我这边转的。好，我们一个没拿着无所谓，我们拿全套。到你哥了，给我抱一个，给我抱一个，我不想阿卡丽少件装备，赶紧给我抱一个。怎么这么多要女神泪的呀？应该给亚索上无尽的，哇，阿卡丽天选，我梦寐以求的英雄。这波呢应该能赢，我剩个大猴。不行，我们得拉齐。这边得拉齐呀。完了，亚索死了。可能要给我血入了呀。这小子挺狠的，他真的好能入啊！给我一通入，你俩队一个倒数第一，一个倒数第二，互相掐。直接撇啊，这波。这波直接扔了，不要了，甚至有点想把武器还给扔了。给个女神泪吧，狼哥，现在这真是上香烧香拜一拜。谢谢狼哥，谢谢狼哥。狼哥这个也能用啊。大地一波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我就发现这瑞文可他妈多了，这全是这瑞文，你看着没？这莫甘娜生了。我不能给这莫甘娜生了。
来陪我玩玩。你们知道最强的武器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补丁。不要这个，这个没什么用啊。我也没有塔姆，我还得去找个塔姆去。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哎呀，杰没拿，我操了，我给忘了。不要诱惑一条毒蛇，钢筋筋好像很厉害。行吧，二星阿卡丽凑合用吧。差个腰子，武器三星了，武器八百星也不要武器呀。算了，我这不行，老母猪拿着吧。哎呀，我们这女神之泪我感觉肯定是拿不着了。这小子要女神之泪，下边他还得要，可能。哎，不得，他玩的狼人，他拿瑞文打的弓。起飞喽！45。希望他们不要看上我的眼泪儿，好吧？希望他们不要看上我的眼泪儿。希望他们能好好的，漂亮。现在四忍者，差两个忍者，坠金儿了。不知道能不能锁得住血呀？我是不应该把老头换成分女儿啊？算了，卖都卖了，无所谓了，差不了太多。不行，这种质量啊，也就欺负欺负这种菜逼了。要是碰上那个。叫什么？要是碰上点狼人啥的，肯定打不过。就这人马，我都打不动。碰上点狼人，人马都打不动。这个质量肯定是不太行。不知不觉变成了福星刺儿，精神病是吧？忍者呢？
这人马呀，打一下40滴血，暴击一下30多。那怎么嫖不来怪呢？给点怪行不行啊，兄弟啊，给点英雄啊，给点能用的行不行？那妖着凯南劫不是随便来吗？天选阿卡丽来也行啊。怎么的，是有同行还是怎么回事呢？这回回的操了，这阿卡丽没有人玩啊。再给个大棒，我操，我三个妮蔻，你给我来个天选我就起飞了。差个劫呀，这打不过呀。不一定啊，这波虽然他有瞎子，但是他的狼人并没有太狠，可以给我们缓了一波，这波可以升级啊。三个妮蔻搞五费的，费点劲吧，小伙子，费点劲吧。第一是血少，第二是极低。这家伙可怎么整？两忍者，能不能赢吧？我看这凯南怎么拿啊！哎呦，我操，赢了，可以。一整天都不会腻。这一下就不一样了啊，没关系，下波再说，游戏结束。这波血其实不应该掉的啊，如果这波掉血其实是有点伏笔，我跟你们说。没准下波还能给来个阿卡丽呢，我们还可以省一个妮蔻呢，这都不一定啊。反甲没有日炎吧，我拿个日炎。没有鬼书，我拿个日炎吧。那饮马回血有点恐怖，给他整个日炎。你说去哪？大家造起来吧！你看，我就说吧，没准还能来一个呢，这都不一定啊。来陪我再记一下，
给了啊。来做个两段吧。海南差一只，他们的最后时刻要来临了。海南最好能来两只。你不能接受啊，又不能接受了。嗯，又不能接受了，那可真是可惜呢。无处可藏，自己来的就算了吧。劫最好是别跟这个阿卡丽站一块儿。我把这银马给他吹了。这噬银者确实狠呐、啊，确实比那福星狠。这噬银者就一下就一个，150%法术强度，150%攻击力，就一下一两千多吧，可能能。春哥刀锋，春哥凯南也行，刀锋吧。凯南的话不一定能放来大，凯南最好是给他转刺儿。算了吧，既然这个样子的话，那我还是给了他吧。要不要再递一只凯南呢？其实说实话啊，这边来两个刀锋以后，我便不想再给凯南升级了，我想给刀锋升级了。一会儿再说吧，兄弟们，不着急啊，这万豪给他撇了。这回就能打动了，刚才都打不动。给男刀一个机会。凯南应该自己能来，我们再攒攒钱。赫卡里姆三了，赫卡里姆，把赫卡里姆给他吹起来啊！先杀永恩，再杀武器，再杀瞎子，他连狼人都没有啊！我操，你连狼人都没有，兄弟！啊，他不是天神，他是决斗的，是吗？哎，这家连了个狼人都没有，他怎么顶到现在的呀？我不能接受，拿什么顶的？这是三宗师顶的吗？你这是屁呀！你这是，他啥也没有啊！他这你要这家能顶得住，我倒能接受。这波可能要打他了，换个位置吧，把他狼人给他杀了。
直接给他带走先。那瞎子春哥的时候还能踹人呢，这可挺恶心呐。那瞎子干啥春哥的时候还能踹出来一脚呢？不行了兄弟们，我们得开地了，我们得开地了，那十七滴血再不地可不行了。看看有没有药的，我再来个吹风，或者是来把无尽也行，来把无尽吧。他奶奶的，也就只能拿这玩意儿了，没有用了。要凯南没拿，我真是个傻逼。气死我了，给我气完了，给我气的人给我气坏了。应该两个三星的，谁到了？哎呀，真膈应！没事，我递出来一个派克，这样我们就没有伏笔了，好吧？好难受啊！这个瞎子，没事，不行，我让他去左边。不杀他狼人了，上边杀狼人杀输了，这波杀他莫敢拉，不是莫敢拉呀，这波杀他拉克斯。好，剩个狼人拿下，一整天都不会赢，双拿下，游戏结束。版本答案：天神狼人忍者刺儿。双版本答案：结账。